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更新一份新的工作，然后第一份工作呢是饮食店的工作，具体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中央区，工资给予呢是22万到26万，日语要求呢是日常会话别可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详细过来参加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呢是上午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15点，当天有感兴趣的工作可以预约面试，拿到黄色的面试票直接进行面试，详细可以来公司了解。